现场的十位裁判来到统分区，我们呢要进行下一步的分数的核对。要不是七分呢、啊？哎，高了一分了。请我们师傅们又加一加了。鲜鱼和吃的项目的场位准备情况怎么样？请我们的现场的裁判分数制一下。要完成了。现在进行开始。鲜鱼火食项目主要是体现参赛电子作品的完成时间是五分钟，请加油！掌声。29秒，好了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师傅如此快的速度。我们呢，请现在的裁判把他们的作品搬至。要嘴巴是动的才是合格的，嘴巴不动的是不合格的。哎，这个火候怎么评的？火候还不在评吗？谢谢你们出。